各位同学，阮即摆开始上课啊，请各位同学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大家兄弟姊妹平安，老早辛苦大家。对昨日，昨到今仔日，特别是今仔日是对有别个团体，还是有教会会友，未当到教会的兄弟姊妹谈论伫遮上课。但是上帝知影你的心，甲敬拜伊的心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平常在基督教里面是都在做礼拜，那我是一个牧师，会说一奇怪的礼拜是安那来加上课，那这也是给我们更大的一个观念上的改变。过去有人讲是安那牧师插出的政治。有人讲是，这应该无关系，教会甲平常的政治应该无关系，教会跟政治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牧师还要再干涉？其实我们把这个干涉、盖罪、参与，还是关心，安尼唔是搁较好，对唔对？那为什么会？把人打入到冷宫，这都没有办法喘气，所以有的人说，因为有人一般的人无了解到底牧师是虾米，教会是虾米啊，那有的一般的没有接触教会，没有接触牧师的，可能不清楚。那我们做牧师的，其实也是。从信仰上的角度来看，人类上帝给人类的生命的价值，那个生命价值真的是不容易找。请求咱的必属定是安那牺牲家己，本来是伫中国投资了将近7亿多7、8亿的台币，4间学校，最后就被。共党没收，然后为了生命的安全，为了生命的价值能够流传在他的后代，所以他宁愿逃离中国，回到自己的故乡，家己的故乡台湾。Formosa， 非常漂亮的 Formosa。伊有安那，伊迄个必须顶个关心甲牺牲，那毋是对家己生命价值甲台湾有关系，他实际上真的不会去继续关心台湾的将来，所以很像他从厦门逃到金门的时候，那个专门。在偷渡的人说：“咦，奇怪，你是台湾人？对，我是台湾人。咦，我头一摆听到台湾人逃到到台湾，平常是外国人，平常是外国人偷渡到中国台湾呢、啊？奇怪，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所以很多第一次，秘书长都在创局，我们都称他。”我常常跟秘书长在聊天说，必须定啊，上帝给你台湾的十字架，结果没呢，这个十字架是只有耶稣背十字架，我怎么有资格？你看他能那么谦虚，那么谦卑，所以很多人关心生命的价值。那今天牧师，就像我们读了神学院，有的读6年，有的读9年。我大学读3年，
那真正的生命的价值是能够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彼此的祝福，这个才有它的价值。假如打着任何的名号，我是虾米郎哦，你是虾米郎，用这种的名号，然后来称你自己的整个的人生，那可能意义就不同了，就不同了。那是因为今天礼拜天，所以我加几句的话，用圣经的话，一句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这是耶稣对所有的人说。因为耶稣怎样人类的痛苦，所以就会说你们来到我这边，我就给你们安息。这个安息不是休困到永远无话，不是说安息到已经别到别的地方去，不是哦。这个是生命的价值，这个安息是在整个宇宙万物的价值。所以非常高兴，除了你们的辛苦以外呢，我们重新看见台湾民政府对台湾的贡献。台湾民政府的存在，也就是要突破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名号，甚至整个它的运作。昨天晚上我差不多快10点回到新竹，前天是我从我自己开车哦，自己开车，对新竹到台北到花莲，然后花莲那边我们有同心的妈妈告别式，然后那边又跟高沙族一些同心谈论高沙族的事工跟台湾民政府的将来性。然后下午再赶到台东，那台东昨天就是有了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办的5个场次的最后一次的说明会。这个说明会呢，这个说明会是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真正关心台湾的前途，但是有一项代志较困难，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他们坚持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2000年当长老教会的重要干部的时候，我们其实从我的信仰角度，一直到还没有到民政府之前，台湾独立非常强。而且也应该是独立建国的一个国家。结果，不同。那所以长老教会呢，就办这个5次场次。我们这一次8月12号到16号去日本，然后看见很多日本的长辈，70-80岁，一看到，哦，很多的台湾人。然后他看到，咦，古里亚是塔卡萨高族的秀，我因为我穿高沙族的，只要各位有看那个网络的话，那我穿高沙族。不过那个高沙族的衣服，我把它混4个族群的。那有就在问他们，一听到说塔卡萨高，他们就掉眼泪，因为他们70-80岁就会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南洋战争。所以我们以前高沙族还有我爸爸妈妈很少听，几乎没有听到太平洋，只有说南右、南洋，那就是进入到各地方参与日本的特工队。就像我妈妈的第一个先生是参加敢死队，就是塔卡沙沟呢，都够带，那高沙族的义勇军就是，真的是牺牲。
然后也在靖国神社里面的39,100名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一进去就心很痛，但是也是感触很深，也是感恩他们这样的牺牲，为日本大帝国能够建构新的历史。所以我们这样接触的时候就发现，所以五郎昨天我们说明会的时候，在教会来讲，是奇怪，参拜是怎么讲日语？参拜，他们参拜这个靖国神社的这个，当然日本是有差不多一百多万战死了哈，那整个台湾人是39,100，那差不多大多数都是高沙族，所以。从这个参拜来想，这个参拜等于说，因为你把灵魂当作神明来看，就等于拜他。在教会基督教的立场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他们说奇怪，牧师是安那去敬拜迄个偶像，偶像。我说。我们祖先不是在教会立场是不是去拜他当作神明，我们是纪念追思他们的牺牲精神跟耐苦还有奋发精神的，特别高沙族这种的奋斗的力量，我们要常常追念，就像我们追念我们的前辈一样。那这个观念请假。不容易改，真的不容易改，所以我们谈论。我8月20号参加草屯长老教会的一次的说明会，然后昨天又参加在台东的更生长老教会总会，长老教会总会办的教会对我们台湾民政府的看法。结果我两次，因为五次有的是。在五次当中，三次没有参加，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和我去日本的问题。那我参加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用那个是魏瑞明教授啊，他是北科的，他是忘记哪一个科学大学的教授，他留日，他法学博士，他就是用一般。而且是银川五藏的这个团体，常常一直诽谤我们秘书长的这些的资料，当作他们参考的资料。所以我为什么全台湾跑，也就是说，让我们有机会站在民政府的立场做一些说明，然后有机会让他们了解。那但是这个魏瑞敏是他是。台湾国联盟的秘书长怎么谈？我说，你对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论述你不赞同，就如我对你们台湾独立的观念我不赞同，这种非常自我主张的自己的权益的，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变来变去。所以我也呼吁我们长老教会总会说，希望。跟我们台湾民政府重要人物，甚至我们的秘书长做一个对话。我说教会请了台独联盟，然后台联党也请了建国党，也请了台湾国的建国联盟，都请他们来演讲，然后请他们来说明对台湾民政府的认识，几乎都是毁谤。我就跟私底下的一个牧师说：“哎，很危险的。假如说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你们这些的诽谤，我们找出真正的实际的时候，然后执政的时候跟你们约谈，就很不好受了。我就不晓得。那意思是说，给拐他们喜欢用台湾独立联盟这样一直。”把全台湾的教会灌输在，对我们秘书长的批判跟诽谤，
还有说啊，我们戳破谎言，这些太多的事情，连他在秘书长在中国的一些状况，都全部都从网络那边抠出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去求证？那你们有没有真正的证据？毁谤人不是我们信耶稣的角度跟立场。我就直接说，好，那你们喜欢听台独联盟，那我们有一个有应该有反省的机会。我们反省的机会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台湾独立这个词句呢，我们重新反省。我是跟我们教会的人士做一些对位，所以这样跑遍等于是绕一圈。然后昨天傍晚就从台东、屏东，然后有一点打瞌睡啊，打瞌睡我就自己在那边跳舞哈，然后再开到昨天晚上。有的人说：“哎，奇怪，主席你那么辛苦，也可以派人家去。”当然，我们都有副主席，也有各地方的定点。但是因为这个说明是非我去说明不可，因为我当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重要干部，也是牧师，也是我已经快退休的人，已经62岁，也应该差不多在教会的人脉当中也差不多进入到退休的阶段。好，这个是小插曲，希望让您谈论一下，听到教会的事情，让我们多了解一下。毕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你们认识、你们所接触的，一定有它的好处，当然它的短处还是有软弱的地方。那今仔日，咱台湾民政府是安怎对中华民国分析的透彻？而且这个分析形容出来的，我们不曾听过，唔捌听过。什么中华民国是流亡的政府，流亡的政权，以前是唔捌听过，是安那今仔日，开始听到。哦，那无听到，那无认捌这个中华民国。会让他继续骗，所以我就特别在说明会昨天下午说明会的时候，我说你们毁谤我们台湾民政府诈骗集团，中华民国才是最大的诈骗集团，信不信？诈骗整个我们台湾人民的土地，诈骗我们整个台湾人民的文化，诈骗整个我们台湾人民的人格，不然让人格跟道德在我们的周先是非常单纯、非常漂亮的。但是因为中华民国来霸占、占领台湾，所以整个都改变了。所以在1946年1月12号，原来日本户籍的我们本土台湾人，全部归入到中华民国。所以必须定不是常常问咱啊，你是不是台湾人？是，好，是台湾人的人，举手。哦，全隆重举手。好啊，有什么证明？啊，到底有什么证明你是台湾人？啊，我们既然是讲法的，我们就从法的论述来看。看到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这样不是还不是台湾人啊？那不白安怎？然后看钞票嘛是同款，中华民国钞票，不是安尼，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哦。打着整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名号呢，好像骗吃骗喝不好听了哈，但是有的人还是有，就像有几个高沙族的立委，跑到
跑到山上哇，你们一选我，一定把这个路、做得更好，交通更方便。那有一个老人家，立委，你说很方便，是安那当尼有土石流。然后他们这个立委也无为共啊，啊，不过他们的理由说，这不是我惯的啦。所以很多的理由会看着说，中华民国本身他自己的本质。好，我们看看在1911到1949年38年的时间，本来是中华民国在中国都很高兴建构自己的中华民国，然后建构中华民国的宪法，整个西藏蒙古都是因的。台湾有来对不？不，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没有台湾这个名号，没有台湾这个字。那何况我们高沙族更不是属于他们的。然后，那现在因为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把中华民国这个蒋介石这个集团就打入冷宫。其实不是只有打入冷宫，这个里面更多的财产啊，跑到哪里？那到了。当时中国人也想到说，哎，会说，哎，到底这个台湾逃到台湾到底有什么后康？当然那时候时代不一样，我的姐夫是辽宁省的，现在是80多岁，他15、16岁的时候就来到台湾，那他也不知道说，因为来到台湾是冲啥，伊唔知。十五岁少年人，那现在当时的中国人就会说，哎，你到底这个中华民国会运到哪里？那中华民国讲得非常好，他们都是讲文字游戏啊，说拨迁到台湾，多蒙就多蒙，说拨迁，好听个，都是中国。都是玩文字游戏。我的太太是西雷人，我常常会用这样的比喻，所以我常常我回去的时候，我就向我太太抖腔，因为有时候常常我的用我的太太做一个比喻。那在因为我太太是西罗人，那首先是。我们的文化，跟我结婚30多年的，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对文化的不同的看见。我就问一件事情，奇怪，恁福佬人还是那时候我们说台湾人嘛吼，恁台湾人是安怎结婚嫁到不管什么样的人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不承认这一句话，我。他说：“嗯，是黑的艺术啦，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是只是形容而已。哎，哪里形容把人当作狗鸡？阿联美对我们高沙族会歧视。后来我们变来变去也没有办法变了，因为唔是我太太创造黑的名俗嘛，对不对？也不是我太太。”发明的这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是福佬人、台湾人嘛是好像也有这样的意思啊。实际上，这个都是中国的字啊，就把你这个字欺负人。你说好，有的人说，哎，像以前科学时代说，让世间人是用猿猴时代猴子变成人。我们高沙族就反对了，不是哦，什么猴子，猴子一看到高沙族就跑掉了。
因为我们会抓啊，抓到什么程度呢？我在小的时候看到我阿公把那个猴子一啪，他的那个脑袋上面哇出来，马上里面的脑浆吃啊，那我也吃过啊，很恶心哦。无法度啊，你不是你的文化，就像我们有的环保团体说，你们原住民山地人啊，不要一直抓猴子、抓飞鼠啊，抓那么多的野兽，欺负他们的生命。问题是一，那大部分都是我们猎夺的对象啊，而且炒那个猴肉跟肥肉，肥熟肉，好听好价格。但是不是劝你们去吃了哈，因为环保还是环保。不过我们在一年的文化季的时候，一定会去打猎，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抓这些的动物，山羊啦、山羌啦，那些啊，当然现在是什么狂犬病哈。结果我们高沙族很厉害，狂犬病都是平地人，狂犬病他很怕到山上，我们照吃不误。那卫生那么多的医生在哪里？我们还是照吃不误，还是爬山呢、啊。所以文化就是安尼无同啊。好，这就是无同款族群的人。但是我们回到今天，中华民国逃到台湾，哦，都亡到台湾，好像什么都没有。哦，看到他们阿兵哥就好像农人，好像被欺负，好像打败战而来到台湾，麒麟强狼、麒麟强狼的这个战阿兵哥，不像一个军人，不像霓虹色星的黑带，真的不一样。那像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这个68年的强权时代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真跟对人了，然后你跟着他们这样的路线，有关系的人，然后就很多的党产。跟对的人就是有后康可以捞。那这些的人好像是说我是无敌铁金刚的人生，真的是因为名誉跟地位，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面，中华民国的人生里面都是分不开的。当然各国家都有分不开，但是我特别关注这个中华民国，因为打着中华民国的名号，然后逃到台湾，把所有政治、教育、经济、社会高阶层整个都被他们霸占。高沙族休想啊！我们本来有一个高沙族阿密斯特说要准备最高的阶级准将。这个不小心在高速公路是不是喝什么我不晓得了，这个被撞了就离开就往生了。本来高沙族是那么多人50几万当中是只有一个两个准将呢，给你小小盐巴味道而已啊。那真的高沙族那么笨吗？真的戆吗？我们在阿兵哥的时候，我们那个体力真的惊人到连平地连的阿兵哥都怕到什么程度，说不要看山地人，你看到山地人就可怕了。我们早餐中餐全部都吃完了，吃完以后又向平地隔壁的平地连再借馒头啊，
借不还哦，这个高沙族厉害哦，借不还了。然后馒头吃光了，然后又另外一个隔壁平地连说，够馒头不？哦，够够村，又借，又不行呗，又不去还，还是被我们吃掉。因为体力真的惊人，我在我那个年代是差不多八成没有读，没有读小学，小学都没有读完的。所以我在那当兵的时候，我也作弊，我帮高沙族作弊。你看，那时候我还没当牧师啊。因为连长说，那时候我的名字是李福全啊，李福全，你是信耶稣的，现在下大雨，你祷告不要下的那么大雨。你信基督教，我信水教，所以我很胖，这个，哦，很有趣啊。然后，连长告诉我说：“陆全，你读过神学院，啊，你想办法，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一年部三年，100多位，差不多八成都是零分，然后个位数的，看拢无啊。”这个中文的字，中文字认识高沙族青年，高沙族青年不认识中文字啊，那怎么考试呢？当然不会考啊，所以那个连长说：“六圈，你想办法。”就想办法，好，我就跟我有一个点子，我先复习，各位同胞。做一件大事，但是这个大事我不得不做，是骗吗？还是啊？随你们说，随你们想。是非题的话，第一题，假如第一题是对的话，我就加一个第。第一，噔噔噔噔噔，当然打圈嘛哈。那不共第的时候，二，噔噔噔噔噔，哦，打叉嘛。假如第三题是错的话，我就不要加 D 嘛。三，等等等等等等。假如四是圆圈答对的话，第四，哇，高沙族年轻人、山地人、年轻人都画圆圈。然后就像选择题一样，选择题第一题，一二三四，不是有一二三四要选吗？爱选选这个嘛。那是第三的是，我嘛是爱增加这个第，啊，假如说第三的话，我就加第。好，注意听哦，上帝人注意听。一，哒哒哒哒，二，哒哒哒，第三，哒哒哒，四，哒哒哒。当然他们选第三嘛。哦，安呢？哦，有的80多分、90多分，也有100分呢。结果营长告诉我，连长好，这个山地人怎么那么聪明呢、啊？怎么都考180多分？本来是零分的。我不告诉秘密，你要问的话，你要查的话，去问李富春。这很有趣，不过打靶的很准哦，高沙族青年。哦，准高明明不是明明冒冒哈。打靶，然后运动，然后扛什么，都是高沙族。所以为什么日本重用高沙族特工队？我最感动的是，有一个老前辈，我们这个是事实啊。他们在南洋太平洋战争的时候，这边因为有的是已经进入到旷野里面、森林里面，没有米。也没有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都要靠高沙族。那高沙族呢，特别是阿美族，哇，阿美族厉害。整个我们14个族群里面，我们比较怕高沙与阿美族，因为那个藤啊，你们藤怎么讲？林顶啊，然后阿美族呢？阿歪。
我们胎儿组是，我们不会吃那个藤哦，我们是保护，因为我们是要编织，背那个篮子嘛，我们会保护。阿弥陀不是哦，一看到这个当做比飞手还要更好的料，我全部砍，所以整个山上全部都好像滑过雪一样，怎么那么干净呢？原来被阿弥斯砍掉了，哇！这个阿弥斯以后再说好了，不然的话，整个山上的这个藤条都被他们吃掉，不然的话，我爸爸做那个编织竹子啊，或者是背着这个篮子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在太平洋特工队的时候，他们在太平洋在森林里面，那整个族群高沙族呢，知道野菜怎么吃，生吃都没有问题，煮也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也把山猪和山羊、山羌抓到的就开始杀。啊，有的很高兴，一杀马上先把那里面的内脏肉先吃，生的哦，都是血啊。那个平地台湾人的你军队还有日本的都不敢吃，高沙族说你不吃你就会死在这个地方，弓球枭狼这样，结果他们越来越饿啊，不得不吃啊，不学习高沙族啊。也慢慢吃生肉，哎，不好哦，不好吃。不过用煮的，哇，煮起来很胖，开始就学会吃山肉、吃野菜，所以他们在森林就不会那么快死掉。所以这些都是高沙族教他们的，这个事实哦，我不是在编故事。那像这样的状况，在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哪里有，全部都消灭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母语都消灭。昨有一个白队的同心跟我讲，牧师啊，恁囡仔会晓讲家己话无？我歹势讲啊，没晓讲啊。我的孩子会听了，但是因为妈妈是河南人、台湾人啊，但是他们讲台语就。比我讲得更好了，不会讲啊，妈妈就是妈妈嘛。那所以有很多的文化，现在他们正在去建构，不过这些都是因为为了他们自己，有的因为打着这个名号呢，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呢，有时候失去自己的人格，失去自己的道德。所以感觉到，咦，人好像那么矛盾吗？我看你辛苦吗？哦，都活在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底下。那两个中国分裂以后，老共就在中国那边霸道，然后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也是做霸道的事。我想大家都有一些的经验啊，那。我们看看，在大清帝国的时候，刚刚我们的副主席潘良华讲了，原来本来没有这样的台湾没有主权，只有政府跟管辖权，把台湾高沙族当化外之民。那这些只有到日本天皇的时代的时候。把台湾主权把它架构起来，那架构起来才看见人生的价值了，才会看到说原来台湾是那么美，原来台湾人遐尼水，哦，高沙族嘛是水啊，哦，有休假嘛是水啊，反正台湾人都很漂亮的哈，不是只有高沙族，不然的话等一下会后。下课以后就会叮咛我了，说我的女儿也很漂亮啊，哎，我的儿子也英俊啊。对了，我的儿子是英俊傻傻了。好，在1683年的时候，
当然占领过台湾，将近204年建构这个台湾省，但是到了马关条约，大清帝国把全岛永久割让。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我们的副主席讲了，他们全岛不是整个 Formosa， 就像这一块，哦，没有在中间，你们也看过嘛哈？前几天，那这个是六个屯垦区，那六个屯垦区，这个都是大清帝国永久割让给大清帝国日本的皇帝。那这些都是说，哎，这个是整个台湾全岛，是实际上不是全岛，因为三分之二多都是我们高沙族的住的地方。当时将近有的时候21个族群，包括平埔族。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台湾人70%-80%都有平埔族的血裔，所以不是中国人，是真正的台湾人。那在这个情况呢，不管他们有没有建构真正的主权，但是在大清帝国的时代，把台湾人民当作是另外一块地，而且没有好好去开垦，也没有好好去教育，也没有好好去帮助当地的人民的生命的价值都没有。那何况高沙族，他们到山上也不敢去山上啊，因为那时候部落之间也没有来往啊，部落自己形成，然后自己生活。虽然说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我们自己有教育方法，我高沙族自己的教育论。所以有的人说啊，你没读书。我们讲这一句话之前，读什么书？读中华民国的书，还是三民主义的书？哎，看清楚哦。因为马英九跟秘书长同年建国毕业，然后马英九到台大，然后到哈佛大学，秘书长常常调侃说，也是事实啊，都不知都没有及格啊。哈佛大学没有考上律师的，他的名字叫做马英九啊。那实际上三等人民来管制霸道，来霸权我们一等的台湾人民，那没才干，所以台湾民政府才起来，啊，你好不好？所以大家才会起来嘛，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继续被践踏下去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就是除了观念调整以外，从中华民国的霸权，把中华民国的这个虚晃的这个名称，这个名号呢，把真正改作我们真正的本土台湾人。特别高沙族，我们在座虽然人不多，那我们的责任更大。那今天他们在跟国外，英国，这是英国的一个他们所做的一个记载，然后是在天津条约里面，1858年6月26号。那时候把台湾当作是一个通商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还是没有把所有的跟台湾跟 Formosa 还是不一样，因为台湾只不过是 Formosa 岛内的一个海港城市，只不过是因为在1885年大清帝国宣布台湾建构一个省的时候，好像属于中国的，但是到我们也知道，整个的在1895年的时候，马关条约才慢慢进入台湾的当时的地位。不过在1874年，李先德将军呢，碰到屏东那边牡丹事件，这牡丹事件他们才吓一跳，说啊，
不是只有化外之民的，怎么那么厉害呀、啊？那化外之民能够打败我们这个好像自以为文明的白人外国人，你怎么可能？所以他们发现说，原来还有三分之二的本土的高沙族群在那边住，所以他们那时候当时也向大清帝国，日本向大清帝国抗议啊，奇怪，你们的人民怎么杀我们日本人？因为那时候碰到台风啊，那个大清帝国的说，哎，那不是我们的人，那是野蛮人，哦，拢无情杀，哇，这个难怪我在大湖初中读书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也会听到，令山地人令烦恼哈，都没有穿衣服的时候，我差一点说，我哪里没有穿衣服？那时候他们以前的观念了哈，然后到了整个，我们看看这个法律的地位，有一次他们。在冈松参太郎，1874年在美国驻厦门领事李先德将军的藩地无主论的研讨会当中呢，他们就发现说，哎，那这样升藩到底有没有人格，还有没有法律地位？他们最后说，哎。在法律方面是不存在，因为那是部落形成的，所以刚刚副主席也讲说，哎，部落形成就没有办法建构一个台湾的国家。那当然，因为部落跟部落，我们交通又没有什么方便呢，都是走路啊、背山啊、山上都是这样去山，怎么可能到从东部然后又到西部？以前有了。慢慢，但是到那个部落的时候又被卡住啊，因为语言不通，当然就会争斗，所以部落之间跟部落之间会残杀打斗，就是这样，连部落同族群也会人命伤害，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事情。好，这个就是在。要征服整个全台湾的时候，原来他们日本帝国看见说，原来还有达嘎沙过里面，那达嘎沙过这边7年，应该是10年了哈，然后才征服全台湾。好，所以那时候大清帝国他们就说，一个是中国籍，一个是支那中国籍的。或者是非大清臣民，就是无国籍的。那时候因为主权还没有建构，那日本统治台湾领土以前也是一样，台湾领土上居住两种人民，一个是中国籍和无国籍人民。那这个无国籍人民就是，都在我们大部分都在高沙族那个地方。然后到1895年6月17日的时候。日本就做一个行政体系来建构，所以那一段时间，他也是，跟中国人讲啊，你们有2年的思考期，这个2年呢，你们可以留在台湾，或者是要回中国，所以那时候他们在思考，那有的人回去了，但是没有到半年，将近1000多人又回来了，哇，这个中国不一样，还是回到台湾。那这样的记载，不过我们看看现在的中华民国逃亡到台湾到现在68年，我刚刚所讲的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实际上按照军政经济教育全都包在他们的掌握里面，违背着休想他们在有生命的财产，这个很危险的，一旦违背，所以才有228事件啊，恐怖组织、恐怖白色恐怖都有啊。
连高沙族也有被杀的、啊。那这样的状况呢，真的是在教会、在圣经里面，好像活在地狱里面一样。哦，没有。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掌权，今天台湾社会里面，第一就是变来变去，二就是民不聊生，三是只要是 KMT 以外的党，特别是领袖，他们不是常常在谈说，哎，今天社会好像得到什么病痛，会不会得到医治？有的人说，哇，已经得了绝症，所以也说好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开国事会议。不过在8月10号的《自由时报》社论一个标题是：国事会议治不了病根，国家到这个地步呢，病入膏肓。所谓的国事会议，仅有狗皮膏药的疗效，治不了病根，也是万恶之源的党产呢。马英九说了那么多次，好几遍说要处理，要归零。结果这个零是已经很多的零在后面了，算不出来了。越多，那打着中华民国，我们看，可能前天你们也听过 ，Republic of China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哦，啊，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除了这个观念重新做一些调整洗清，我们不是活在我们的名称不是中华民国，那这个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就像 French London， 那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同样的韩国上海啊 ，Korean 上海，那就是也是韩国逃难到上海这样的政府，不只是韩国人，连比利时也逃难到伦敦，那德国也是一样，那到最后这个可以代表着没有独立的国际人格，所以这一些都打着这个名号呢，实际上我们不了解。难怪现在就用中华台北啊，那中华台北好啊，就像运动比赛的时候，参加亚运啊，或是奥运啊，或是世界比赛了、啊，无论是棒球，哇，这个棒球真的厉害呢，一看都是阿密斯，哇，阿密斯真的厉害的，所以我就跟几个高沙族说，不要放弃这个运动的精神，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我们就把运动比赛的精神发挥到更好。我们不是听到说 NBA 吗？美国的 NBA， 搞不好我们最后有一个 TBA 呢，台湾的 NBA 呢，说不定哎。那打棒球更厉害呢？打棒球为什么？哎，有几个高沙族的青年打棒球，打到酗酒，然后参加。被中华民国影响牵引到赌博的地步，其实那不是台湾人的本性，那是中国的本性，那是中国人的本性，把这个赌博带到这个台湾，真的很可怕。不只是在平地，高沙族嘛也要赌博了呢。都会赌博的人说，哎，我们玩一下100块、几百块、几千块、万块啊，冒万块啊，哇，这些都是一直把这些的文化的劣性呢，也进入到高沙族，没有不为共啊，是因为中华民国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重新调整，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这样的陋习，这样的坏的习惯怎么去改进？我想在座的我们的同心也可以做一些的思考。
不然的话，没有改变这些人格道德，然后我们的真正本土台湾人的那个淳朴的精神，是不拆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来到台湾民政府上课重要的一个之一。那我们看看流亡中华民国，实际上它就是霸权殖民统治我们台湾人民。那在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本来就不是台湾啊，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台湾更不是中华民国。虽然民进党他们党纲说哎，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我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号是什么？中华民国。所以也是赶快在体制内底，中华民国体制下，也是赶快游玩中华民国，不当改就不当改。不是有一次，阿扁第二任连任的时候，不是选总统吗？说告诉所有的人民说，哎，然后假如我连任的时候，我们国号改掉，要自宪，安尼好唔好？好啊！哇，大家破刷那拍手的都高兴的要命。然后，假如说继续当我们台湾人来领导我们整个台湾，一定会完全改变，安尼好唔好？好啊！哇，都啪啪啪啪啪高兴的要命。为了目屎呢，哈，感动个。结果最后阿扁说：“啊，我袂当者就是袂当者。是什么是袂当者？原来他是仗着中华民国总统所谓的总统的名号，好像是真正的总统。”但是我们也知道，假若美国总统没有贺电，国务院他们没有贺电来的时候，中华民国没有办法就任。所以阿扁不是拖了一段的时间吗？哦，那时候连战他们说啊，赶快，要这些台湾人，阿扁啊，这是好像当作窃国一样，哦。要改变中华民国的体制，所以他是窃国，就是强盗。哦，阿扁啊，那时候那一段时间台湾人都很紧张啊，我们教会也是蛮紧张啊，哇，那真的流血战争呢，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流传，那但是阿扁很有信心说，没关系，我做把台湾。把中华民国的名号改为台湾，然后做自宪。结果他发现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原来最大的原因之一呢，伊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知中华民国最因的总统是效忠，要效忠。所以说，中华民国是阿扁效忠的对象。哪里有台湾做效忠的对象？所以在就任总统的誓约里面说，我是中华民国第几任总统，我要效法这个中华民国，我要照顾中华民国的人民。不说台湾人呢，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呢。所以到最后，假若违背以上的誓约者，104条底下弹，一百空四条是啥物？你知无？死路一条，他违背当中的一条就是死路一条。安尼无怪阿扁说，我袂当者就是袂当者。哈哈，原来有这样的原因啊！当然了，不然的话死路一条，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方，这样的一些的企图跟意向，所以他现在在监狱里面蛮可怜哈。
好，中华民国宪法领土不包含台湾澎湖。第三是，这个卫生组织呢，证实了关税领域区，这个关税领域区这个词句是占领中的一个名号，不然的话，应该说台湾就是台湾呢、啊。假如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话，台湾是台湾中华民国是合法的政府组织的时候，就不要用这个台澎的关税，台湾的关税领域区啊，因为这个名号只有在被占领的时候才写这样，没有办法用台湾这个名号，所以不惜美国前任总统他也讲过，台湾与中华民国都不是国家。美国国务卿前国务卿鲍威尔2004年10月25日也讲过，讲什么？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美国已经讲得清楚了。所以我几次在教会谈论这个我们台湾民政府说明的时候，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呢、啊，哦，刚好。他们非常，我们常常听到秘书长所讲的，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哦，最先还没上课的时候，对，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结果他秘书长又比喻什么国宾饭店，国宾饭店，那住在国宾饭店的人是不是属于他的这个国宾饭店？就不是啊，是人客而已。所以今天原来中华民国是客人逃难的人，竟然全部都被他们霸占。我常常跟我们高沙组说，我假如有一天逃难到你的家里，我借用一下，租用一下你的土地，那租用以后6、7、10年变成我跟你这个地主来决定土地，安尼合理不？合理不合理？不合理啊！一个多亡的人到你的厝，几十年了后，你是地主，甲迄个人客，还是多亡的人，同齐决定你的土地，决定你的整个家族的监督，安尼合理不？那真的是霸占了。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中华民国这个名号本来就是不存在，只不过是因为美国委托蒋介石集团来暂时带领占领台湾，受托者永远没有。受托一直到永远的啦。我当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重要干部呢，我主持很多次的会议。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很多的财产，马街医院、马街病院、对台东，还有台北的淡水，然后台北的中山路总院。新竹的马街病院，哦，不少的医院哦，然后淡江中学、真理大学也是长老教会的财产哦，然后彰化有彰化基督教病院，那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财产，而且彰化基督教医院有很多的分院哦，二林、园林、南投，将近11个的分院。拢是基督长老教会的财产。南部有新罗病院、麻豆病院，这个都是教会的医院。我主持的时候，各医院都有董事会。有一次张基事件的时候，有几个董事，他们要扭转自己的这个土地，成为他们个人的土地，
个人所有，我们就去处理。那么多的牧师当过那么多的议长，偏偏碰到高沙祖这个议长的时候，我就处理。处理，我们差不多花了两三年的时间，至少两年，我就免职15个当中的6个董事。6个董事来对有我的大细先，因为他们不服从总会的意愿，把自己的称以为是董事，就是他们财产。你告回来的是当初是受托，不是因自己的财产，但是在中华民国是因有自己的财产，做当初自己做当初定，是不是？普通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事情，结果他们想要拼吞财产，所以我特别跟他们说，这个财产是对加拿大、甲美国、英国所有的教会信徒来募捐、乐捐、帮助建立遐尼济病院，够大学，够中学，长荣大学、台南的长荣大学，还有长荣中学，还有女中，这些都是董事受托者，所以他们控告我到高等法院的台中分院。哇，头一摆伫法官的头前伫遐徛的，我代表长老教会嘛，那我就跟法官说，这个是中华民国的法律，董事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但是我们教会基督教，特别是长老教会，受托者的这个董事，不是因的财产，是隆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会友的财产，因敢那受托那点，他们受托而已。那受托怎么是成为拥有呢？这不丢，就法官说哦。他也称赞我说：“哎，议长，哦，你也知道这个法，嘛，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今天是多亡的中华民国，变成难民的中华民国，是安那隆重台湾的财产，拢给因拔掉掉，不合理嘛。”所以昨天我就跟那个魏瑞民教授，台湾国建国联盟的秘书长，跟他讲说，你真的了解为什么美国不愿意公投吗？不当公投啊，因为台湾人有两种人在 The People on Taiwan 嘛，整体台湾人有两种人嘛，头一个是多亡的中华民国中国啦，有啦，台湾人嘛是有啊。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个，你们还没有关系，也有高沙族啊。高沙族，我也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啊，搞家来了，怎么会变到这个地方？不哈多啊，中华民国。所以唯一结束中华民国的体制跟结束，让他回到金门马祖平安岛，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安尼够才有开挖，是不是？好不好？哇！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民政府，真的感谢秘书长，我们几个同心的前辈，他们辛劳来建构台湾民政府，从法源、战争法、国际法来针对建构这样的组织。所以4月20号，我们不是有去，我们17个人到美国吗？我们先回来跟秘书长夫人，我们4个人，竟然叛徒的人，高沙族朱系亚福夏德，中国间谍嘛。哈，中国个 spy 啊！哈，
我是中国经典的，小心哦。难怪中华民国不是有一段流行一句话吗？小心你周围是什么？飞碟。啊，你不乖耶。所以都是打着中华民国的名号来侵入我们整个本土台湾人的人格，竟然也被他们抹黑我这个高沙族，本土真正本土的台湾人。我现在讲台语是，我慢慢讲呢，我继续训练呢，会通啊，拍摄个。那假如讲我自己这个语言的话，我不会停了呢。啊，就是家里面是挂了个盖单那个瓦恩玛木木挂了个，没给人家挂了个讨厌的挂了民政府个瓦恩玛木挂了木个，天龙不？哦，所以精彩。台湾民政府各种族群的，以后大家比赛母语比赛，安尼好不？所以这样也继续让我们的后代讲自己的语言。所以秘书长说，以后的官方语言，干那引入日本为台语，各家己的高沙族的所在讲家己的话语，这是很特殊。是全世界也很难找的这样的将来的一个情景。好，我不讲这些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这些都是谈到台湾的地位的时候，有很多国家在帮忙，澳洲、加拿大啊，还有陆陆续续纽西兰，他们对中国的一个不同的意见。发现说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所以在其实军政时期，他们那个建国党还有台独联盟都一直强调说，台湾没有哪里会被美军政府占领。对，没看到。哦，军事政府要让我们大家看得清楚吗？新竹五峰乡的关务地区，那个里面有乐山基地，乐山基地是美国在占领，那是反飞弹雷达，东南亚最强的。然后内湖有七甲。美军基地训练基地，美国租我们99年加99年，安尼短时间那是久时，真久的时间，99年足够增加99年，美国伫全世界有三个所在99年加99年，头一个是。古巴，第二是 Okinawa， 第三是咱的莱欧，所以可见他有这样的占领的意味，那就是让我们预备心。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程序了哈。那一直到这个现在就是我们成立民政府，那以后成立民政府呢？所以我们这那一次。4月20号、21号到27号那一段华府事件，是因为叛徒他们成立台湾政府，那台湾政府他们没有把我们原来我们真正的论述是美军政府占领之下的台湾民政府，那台湾民政府架构之下成立台湾政府。那是逐渐成熟以后才会做这样的目标。那最后当然我们也希望跟日本 Commonwealth 就是邦联联邦，这些是我们整个一个目标。好，我们看这个是
我们高沙族1988年的还我土地，哦，中华民国很厉害呢，还我土地，迄个游行哦，头一摆迄个镇暴警察是虾米人？你知无？中华民国都是用高沙族镇暴警察头一摆，结果有几个少年人说：“啊，我系牧师的头前，我。”他逃避了，哇！我的牧师在前面，他们不敢，因为他们真的要用那个木棍，真的捅呢，哇！真的是霸道。好，你看阿米什也出来了，本来以前阿米什也很少啊，但是海边都是你们的土地，阿米什，阿米什要起来了。好，这些是。记者会的时候不赞同他们这个所谓的两岸呢，都是违宪的。最后我用圣经的一句话说：“他伸出全能的手臂，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寂寞；他把强大的君王狂傲从宝座上推下去；他又抬举卑微的人。这个卑微呢，是谦卑、学习，而且实践。”正义、公义的人，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台湾民政府的贡献的机会。你我们大家的参与，是创造新台湾的历史。安尼好唔好？兄弟帮咱恁，辛苦大家，多谢。请起立。